小鸟是不是猫头鹰占了它的窝了？它一直在旁边叫不停。你看，它一直想赶那个猫头鹰走，是不是啊？猫头鹰占了它的窝了。这是个老的猫头鹰，对，这个不像小的。你看猫头鹰甩都不甩它，你看那个鸟急得直叫叫的。这是猫钻雀巢了，那个鸟直急急得直叫叫叫的。OK， 就这样吧，它也不走，算了。